肾上腺素，一起进入辩论的小宇宙吧！好，今天又是我们超级辩论会。现代人过生日不再只是什么切蛋糕、吹蜡烛那么简单了。嗯，在演艺圈呢，有一群疯子，他们每一次生日呢，一定要玩到疯狂，然后呢不受控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辩论的主题，那就是我的疯狂生日游戏才能把场子吵嗨呀！他们的是这个队伍很诡异啊，他们是基因里面只有疯狂两个字，生日趴不玩到疯不会停止的原住民队。好，没默契，很赞很赞，还有人要换位置，是是是是。呈现那个发癫状，生日派有他们就绝对不要参加的平地同胞队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的牌要做错了，我们是要到中间来拍一拍，拍一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要像他们那么有才，对，短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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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OK， 谁敢来办我们的生日 party， 我们必定百岁奉还。金里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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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，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，管他是名人又名人，你就是我为你闪耀的女人。刚刚是一群疯子，是完全是一个没有主题的一个啊，很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 PK 节目，来，原住民平地人，谁的生日趴最疯狂，请作答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当然一定要请我们首先第一位。玉林哥，来，请翻牌。哎呦，辣妹，哎呦，好敢讲哦！哎，是呀，来，生日趴就是要有辣妹才会趴，才会嗨。是，刚刚是卡弹嘞，对呀，所以还是我这边。请问一下，您最近的生日 party 应该都不是那么嗨哦。你现在还可以，从结婚以后呢，生日趴呢，活像告别式，就是趋于平静，颓共颓。天哪！哎呀，对，可怜。里面唯一的辣妹就是您的夫人，对，雅雅。那这样还举办？偶尔他妈妈也会来。但是我参加过一个很另类的生日趴，生日趴哦，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干嘛呢？就是找辣妹来那个同乐，啊，不是那种朋友的辣妹哦，是会真的会跳舞的那一种，传播啦，拿，有一种跳舞是会脱衣脱裤子那种哦，好，哎，堂哥你还装清纯呢，因为他刚刚很惊讶，啊，有这种，不是。你诠释错我的反应，我是觉得好好玩啊，我不是，哎呦，怎么会有这种？然后那一次我那个朋友呢，又公认的是 PTT 一族，哎呦，大太太哦啊 ，PTT 那一次他太太呢，因为要跟他的姐妹，他会有一起过来，所以也比较晚到啊。
然后我们前面呢就暖场暖了半个钟头以后呢，就说啊要献给你神秘礼物。对，好，然后包厢门砰也是有人踹开，又是怨妇，有一个那个马夫啊，啊因为啊马夫，然后就带了一个女生，那个女生绝对是，当然一定是辣妹啦，只是那个神情表情看起来真的比较怪怪的这样子，好，但是很明显那个胸部是做的，嗯，哎、欸，那她穿那种很低胸的衣服，好，可是硬的跟石头一样。然后一进来就有人 play 那个眉飞色舞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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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就滑在那脱，然后裤子也脱，全身一丝不挂，哦，然后一丝不挂呢，然后一定就往寿星那边磨蹭嘛，对，哎，那个手劲多有力啊，他跨坐在寿星的大腿上面，然后他直接抓寿星的头，砰。那个寿星眼镜是整个都扭曲了，抓石头了，就弄掉石头啊，抓石头，而且你感觉那个头动起还有声音这样，然后那个女生什么话也都没多说，真的没有听她讲半句话，她就不知道呀呀呀呀这样子，正在整个最高潮的时候呢，包厢门再度被踹开来了，哇塞，是谁点的？他老婆带六个姐妹套出现，而且他老婆现身的时候，正好就是他老公脸还埋在那个石头里面啊，那个土壤里面，然后旁边的朋友还拍他，因为他不敢声张嘛，还拍他，他还不要呢，他头还不肯出来哦，还埋在里面，是旁边那朋友忍不住了说，哎，拍，把那个头拉出来。他出来的时候眼睛一戴一扶正，看到他老婆来了，完了，哇，他老婆当场啊，完了，狂骂，狠骂，好骂还不够，抄起那个酒瓶就直接朝他老公身上就扔过去，腥风血雨。那这个时候这个辣妹呢，看到状况不对，衣服拿起来准备要跑的时候，被老婆的姐妹淘挡住，小杂不？你别去怼狐狸精、蜘蛛精，就开始骂。哎，一般女生如果哈被这样骂，因为这她来跳舞是她的职业啊，是你招呼来，又不是我自己来的，对啊，一定会回嘴嘛。这个女生也没回嘴，一直在那压压压压，一压的时候，这群姐妹她们更气了，你压什么压？哈，你这个不支持，啊，不要脸，就一直骂。这个时候，马夫挺身而出，你们不要欺负人好不好？就把那个辣妹一挡，那所有人就觉得很怪。哎、欸，你来给人家跳绕，给人家磨蹭，还说人家欺负他，什么意思？他说，哎、欸，他老婆就说，就问那马夫说，我们来欺负他了，你来搞我老公，还说我们欺负他。马夫讲了一句话，石破天惊，是你们知道他，他为什么都不讲话？为什么都不讲话？他是哑巴。哎呦，然后整个气氛就凝结了。哇塞，接着马夫就娓娓道来，啊，说他很可怜啊，因为他不能讲话。从小被人家领养，嗯啊，然后也是为了那个混一口饭吃，然后弟弟也还在念大学，缴不出学费，然后马夫最后撂下去狠话说：“你们这些人有没有良心啊？没良心的东西！”然后就带着女生走了，哦啊，然后一走以后，大家就觉得好像很内疚，检讨自己。对，然后大家觉得说这样搞下去没意思了，就啊走回去了这样。哇塞，那你有一个生日礼物？你朋友的生日礼物让你心中一直有阴影，对，什么阴影呢？因为生日礼物我们收过各式各样的都有了，对对对。那一次是我朋友过生日了，然后大家哇那个高朋满座，差不多三四十个人，好，然后大家在那边玩新加坡拳呐、海带拳呐，好玩。都喝懵的时候呢，突然那个包厢的门，砰开了，是，好，然后就走进来一个怨妇。哎呦，是啊，然后大家都在想一想，谁，好，然后他谁，然后又从来没传过来，他以前的女朋友，然后呢，这个女的走进来，她拿了一个长条状的这个的纸盒，好，感觉里面像是包酒的样子，哎呦，好，就默默的走到我那个朋友前面，然后就递给他，说了一段话，说我知道你以为我是要来闹场的。但其实我是要来祝福你的，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不错啊。然后就转身就离去了，然后大家面面相觑，说：“哎呀，那，啊，那算了，好，不要被这个所影响。”好，大家又开始嗨起来，喝了，又喝了。那当时就喝了一个多钟头，
一个多钟头以后呢，那个桌面上的酒都喝光了。对。啊，然后你知道在 KTV 如果是跟他们叫酒的话比较贵，是啊，有的那个寿星会舍不得。啊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他就从地上拿起来，就是他前女友送他的那一瓶。是啊，然后就打开，是一个红酒的酒瓶。可是很奇怪，那个瓶盖不是紧密的那一种，是因为一般红酒酒瓶，那如果是瓶盖型的，不是我一个人对。对。哎、欸，他是可以这样就可以打开了。已经开过。已经开过了。哇塞。就倒了倒，哎、欸，倒出来，嗯。不是应该红色的吗？嗯，是，怎么会？这个神秘的酒到底是什么做的？更多疯狂生日派对，广告后告诉你。帖子说谎不打草稿，沈玉琳当场呛虾。他找了日本知名 AV 女优小泽玛利亚，然后我就骗他说，哎、欸，我生日快到了，能不能送我一个生日礼物？这样子来了，哦，他留下了。希望啊，芝芝真的，哎，我的事情我敢发誓，你的事情你敢发誓吗？发誓啊！我如果是讲的是假的，我拿你的内裤上来套在头上。好，我的，我的裤套。可以这样就可以打开了，已经开过，已经开过了，哇塞，就倒了倒，哎、欸，倒出来，嗯，不是应该红色的吗？嗯，是，怎么会是 whisky 呢？黄的，红酒的酒瓶里面还装 whisky， 啊，大家算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就倒了，来来，生日快乐，空一喝，所有人同时，呸，吐出来，我跟你保证，嗯，因为我的味觉很灵敏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尿。前女友，那个红酒瓶里面装的是他自己的尿，尿酒，那是尿尿酒尿疗法。他就是要来干嘛呢？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是要给他这个花心的、劈腿的、不要脸的、下贱的男朋友，给他一个教训，当场给他难看。所以说，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当年我从来不参加沈玉琳的 party？ 因为总是有些怪事，好不好？来 ，Kid， 三百壮士。有没有啊？生日趴，我越猛越有福利啊！哦，越玩越重要。你们都玩什么东西？我想之前有个生日趴真的很屌。怎么了？有一个辣妹，她算是那种很敢玩、很敢玩那种，嗯，超级辣，身高170多，哦，然后就胸部也是那种34D那种以上那种，然后清楚，就很辣那种，然后又很敢玩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他的那个生日 party 的时候有主题嘛，就说每个人要穿那种就是一个红色披风，就当作是三百壮士的那个主题这样。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，然后全部都几乎是男生哦，就只有他一个女生在那边控制整个全场。他说，有看书你们可以做出三个猛的事情，就有三种福利这样子。然后哎，有男生听到就哎好啊好啊，我要有福利这样子，他就马上就拿起麦克风直接。把那个 KTV 的门打开，直接跑到那个走廊上面唱歌，大唱歌这样子。他说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样。然后那时候是我们的第三名这样子，然后第三名就获得就是亲那个女王的脸颊一下。哦，然后我们就哦很开哦，就大家开始要你知道蠢蠢欲动，蠢蠢欲动。进来哦，然后就后来第二个他就那种跆拳道冠军那种。哦哟，他就说他就想突然就是他也不讲，他就直接这样跳到那个沙发，然后就这样。飞踢，把那个好乐迪的那种轻隔间的那种天花板直接把它踢破，然后就已经大家已经失控状态。好乐迪听到了哈，可以干哦，不是我。然后就那个女生就好，就第二名嘛，就直接垃圾这样子，就第二名就垃圾了，第二名就垃圾了。哇，第二名没有找我们去玩，第一名就是在下我。我想说，大家都这么猛，不能输，我的个性就不能输。我就把酒瓶这样拿起来，我说在场的各位，每个人吐一口痰在这个里面。哎呦！然后每个人就开始吐到那个酒杯里面。我说，我希望我这样喝下去，第一名的福利会非常好。是，我就直接一口把它喝下去。你没有撒一点胡椒盐？没有，有一点那个。水饺我就放下去比较有味道，然后就后来我就喝完了，第一名的福利就是在他胸部上面种草莓，哇塞，没有啦，你的专长啊，哎，超好的，就直接也是塞进去，然后直接这样。讲到这里呢，
我只想参加你们的生日派对，是不是喝喵是喝痰的，就是有冒参加的嘞。他重点是后面他们还进人家胸部里面种草。对，那时候好，你看他又要呕吐。皮神，你又要吐？有感觉了。皮神，你不是只有汤匪误会？好，皮神。灵堂，灵堂，我们讲生日趴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好，来，不是白来我们的生日趴，包准你吓到串尿。哎呀，生日趴为什么要这样？对，因为他们办在鬼屋。不是，是我们有一次本来想说要帮一个就是朋友庆生这样子，然后那一天呢？那一天我们想要去订一间，本来要订那种还不错的那种 motel， 就是那种六星级的那一种，但是结果那一天都订不到，最后我们就后来就订了一间比较算是便宜的那种旅馆这样子。哇塞，闹鬼！然后就在布置那个会场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那个就是要省那个费用，我们也不想要弄得很精致，很精致这样，我们就想说饭店里面有什么，就直接拿现场东西来弄。那饭店里面有的也只有白色床单，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白色床单全部都是这样披起来挂起来这样，所以他们一打，然后还有我们准备那个寿星的那个照片这样子，就放在那个放在他的那个床尾那边，所以他房门一打开，就感觉很像一个就是告别式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他自己的照片看到里面，然后最后我们就在一连串的闯关，还有很多奇怪的闯关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最后就要把他的那个生日礼物，其实是他那个时候。应该照道理来说，他那个他当时的女朋友人会在国外的，可是呢，他特地提前回来要帮他庆生。然后我们想说，哇，这是一个生日的大礼，这样，就我们就把他藏在那个厕所里面，要他最后的时候去开那个厕所门，就哇 ，surprise 这样子，就他就要去开那个厕所门的时候，他就哎、欸、奇怪打不开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哦，完蛋了，就最后这个梗没有破这样子。结果他女生在里面，他也被锁住，就是那个喇叭锁是那个时候坏掉，就两个人就非常尴尬，又就是他们里外都开不了这样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就把那个就是他那个浴室的那个下面那个通风门，想说就是先救人要紧这样子，把那个通风门拆掉。然后他通风门不是有小小一个，我们就叫他从里面爬出来这样。然后最后是非常狼狈的从那个门里面这样子要爬出来，然后跟他的那个跟我们那个收银讲说生日快乐这样子，然后爬出来那个样子就很像贞子这样子，哇哇这样出来的。我们先坐车走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些人不需要再跟他们聊下去，太恶心的一群了。然后那一天，因为我们那天就拍很多照，那一天照片拍出来以后，感觉都每一张都很像是在那个鬼屋里面办的那种 party 的派对。你没有确定那里面的人没有多吗？没有，就差不多是那些人。那你为什么送礼物都送半套？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们要就是因为高中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还没有发生过那个，就还没有初体验就对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，去西门町的时候，的情趣用品店有一些是模拟的那个体验器，对，体验器这样子。那个那叫体验器啊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体验器。那个体验器也很邪门，然后体验器不是整个人的，是，它也不是一个东西，局部套子啊，它也不是套子，不是，局部的身体，它是一节而已，就是一节那个地方这样子。然后那是速度的概念，对。然后我们说要说要买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娘就问说：“那你们要日本制的还是台制的？”那我们当然是为了省钱，我们就当买台制的这样子。那么惨。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送给他，就他用完以后，然后就说：“哇塞，这东西好紧哦，这样子。”我们就想说，不可能，这种东西它不可能会做到这么紧，然后这样没有办法使用。那你也是用自己拿回来试吗？我们就回去找那个用品店的那个老板娘，我们就说，哎，老板娘，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同学用了以后不适用？对，不适用，用不起来这样子。然后老板就说，因为那个台制的是要买，就要另外再买一瓶那个润滑的东西，对，润滑配合搭配的使用。但是我们那时候送他生日礼物是只有买那个器具，没有买到那个油。哦，所以对，所以他分开的，对，他那个是要一起要分开买就对。其实日制的也要有啦，都要有，要不然那个会很干涩。你用过来，你有熟悉的感觉。我本来是小时候都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有破皮的感觉，现在才知道的。我都是听小钟讲的。小哥还带很多人去买。OK， 体验就对。
好，来 ，Leo。真是的。好。偷情，偷情，生日趴偷情，生日 party 上千万不要乱亏妹。哎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以前生日趴就是要亏妹的、啊。有一次我们生日趴，我们大家都在台北 party 啊。对，因为我们老家在花莲，我们三个都花莲的同学，是，所以那一次 party 我们大家都在。然后那时候 party 刚好是在春节时间，就过年的时候，嗯、全部的台北 party 的年轻人哦、喔，返乡，同届全部返乡。然后刚好有一个人就生日了，然后我们想说，既然大家很久没见，就办一个派对，风风光光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还租一个别墅，而且是有游泳池的，是在一个田野边，一个田边的一个别墅，这样。鲤鱼潭非常酷的一个别墅，很像样，很像。哎，那时候我们还有自己做票，因为我学设计，所以有设计一些票，还有入场券，我们还要买门票才能入场，而且去卖。后来我们就随便乱卖，就在路上，因为我们要凑人数，我最后凑到100人呢，100人来我们的 party， 然后看到不认识也卖，只要我们觉得这女生不错的，还打5折，然后就办一个派对这样，然后就那一天我们三个，其实那时候四个人嘛，我们四个跳舞，跳，然后发现Circus 有其中一个团员哦，小马不见了，哎呀，确定是小马？这边也不要说是谁吧？啊，你们要说小马吗 ？Kid， 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反正就有，我们先不要指名道姓，对，好不好？就有一个人消失了 ，K 先生，不是我，有可能是他，反正就其中一个有人消失了，然后我就找不到他，后来那个人就回来了。全身湿哒哒，哎呦！去游泳，他湿了，怎么会跳个舞那么卖力，流那么多汗？怎么会全身湿哒哒？然后他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跟别人说。刚刚我就带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到田外面，然后你知道田旁边有那种农业的渠道，是大水沟，然后那边就停很多汽车嘛，因为我们都开车，然后他就在车跟车中间跟那个女孩。”发生了一些比较碰撞的行为，是碰撞还是碰撞还是那个亲密？对，还是哇，这个没必要描述，就发生了一些比较不寻常的事情，对，脸红心跳的瞬间这样子。然后因为刚好有其他朋友陆续到，比较晚到的、迟到的，就经过，他们就吓到。就两个就掉到农业的渠道水沟里面，哇塞！然后那时候他们两个就全身湿，然后但就让车子先刮，他们两个就躲在水沟里面，然后就快被冲走，然后就在那个惊险的瞬间哦，我们的那个 circus 的那一位团员，他的帽子就掉了，就被那个水沟冲走，然后那个因为那个帽子是我赞助的嘛，所以他们说啊算了，反正再跟 Leo 拿就好，他就说就随他留，可是那个女生说。我想要那个帽子，游过去，把你捞起来，然后捞起来还戴在头上，说：“那这顶帽子你不要送我，就当作是我们限购的一个定情物。”所以是那个女的自己游过去，对，很强，我那女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然后呢，大家就聚集在那个里面的时候，那个女的戴着帽子，然后就一直在流那个水，就是流到水，玩到天亮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去喝拿阿汤，然后我们才整桌人，然后就他们两个人是全身湿的，然后就很冷这样子，然后在那边怕他们着凉，我们就叫他们帮多喝点拿阿汤这样子，然后这件事情才爆出来。对，哎，其实我也收过一个很厉害的生日礼物，超级厉害。你在讲什么痰啊？不是，这是真的，这个是国际级的生日礼物，国际级，这是茱莉亚罗伯兹的充气娃娃，没有比那个更好。有一次廖很帅，他找了日本知名 AV 女优小泽玛利亚，小泽玛利亚正辣，有个混血儿，有来台湾吗？有来台湾，我跟他一起拍一个情色 T。就是小泽玛利亚是日本代表，就是你知道，就裸体这样子，然后再拍了情色体这样子，然后我是台湾的男生代表，我是男模，我就也是脱光，就是拍一个那个情色体这样子，然后就拍照这样子，然后那时候就现场就觉得哇，前一天才看他的影片，我那天我就说 Kid， 也许对他不了解，来这片 DVD 回家好好复习，然后我就看超久，然后我就说哇塞，明天就可以看到本人了，结果真的就看到本人了这样子。然后就心脏就扑通扑通的跳，然后就是一直在想要试着跟他有点接近这样子，
然后在这个中间，他也教导了我很多，就是怎么拍照姿势，他教导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他就拍照姿势讲快一点，他就哇，我只能说现场真的气氛真的非常好，就是他就叫我要弯腰的时候，他的动作是就蛮大啦啦这样子，就这样教我这样子，我就在他正对面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就哎、欸，后来就拍完了嘛，就要稍微有访问对话，然后有翻译这样，然后我就骗他说，哎、欸，我生日快到了，能不能送我一个生日礼物这样子？哇！然后就后来他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当然不好意思什么什么的，经纪人在旁边这样，他顶多就给我一个拥抱这样子。后来想说啊，有点失望。后来想说他就准备走了嘛，然后就换我去他刚刚换过的那个更衣间，把衣服穿上去。对，就进去之后。来了哦，一样啦。他留下了他的小裤裤，小兵，他就是广告忘记。我就想说，他是忘记的，他是忘记还是刻意的，你知道吗？忘记了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太棒了，就是我想说可以好好当纪念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很难得，我就拿那个衣服的夹链袋，把它先把它丢进去。把它放，就把它锁起来。怎样？好脏啊！对呀、啊，我就真的很紧张，因为那时候想说，第一次收到这么棒的礼物，你知道，我就把它当作是我的礼物这样，我就放在旁边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弄这些东西，继续把后面的事情忙完这样子。后来结束之后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大家全部人都想着要去偷那件内裤。后来查明真相，是一个摄影师，我们外聘的摄影师把它偷走了。啊！然后后来找不到人，真的找不到人，真的，真的，现在已经烂了吧？现在都退出摄影界了，真的。美女一名哈，出国，真的，你讲话越来越可怕。对呀，对，他是他的车，他的车，他的车，包哥，哎，康哥，能让我说行行，这个够不够行？行啊！你的事情你敢发誓吗？发誓啊！来来，讲发誓都是假的。我如果是假的，我拿你的内裤上来套在头上。好，那你要套我的，不套。你们两个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们节目还要进行。今天我们在比幼稚嘛。你还好，我们讲生日趴不是幼稚趴，冷静好不好？找到摄影师偷一件内裤，然后摄影师移民了。先看林秀琪，三 D 食人鱼。啊哟！来我的生日趴，男人就不会想上酒店啦。那是肯定的，因为在现场就已经失去生命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 Party Green。每年生日呢，都一定会想到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主题。然后在那一年我生日的时候，就在我当时有开一间夜店嘛，对，我就在我自己的夜店就办了我的生日趴。我们那一年呢，就是酒店风，就女生都要穿酒店的那个，穿到礼服，我们是礼服店，礼服店的，对，制服店。一进去，女生进去都要秀舞，起码一到两分钟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然后男生都要举牌，举牌，举牌，然后要看他们的欢呼声，然后每个都要加码这样，就每个把奖金什么奖品全部都放在中间，然后每个都加码这样子。然后我当然是最后一个出来啊，然后大家绞尽脑汁说，哎，刚刚到底是怎样？然后每个人都绞尽脑汁，然后最后我。然后我就进去，我整个就不想输这样子，因为有些人走完的时候就要走回去，说，哎，怎么办？我感觉很像刚没做好，衣服没有撩到什么时候，我就把他们所有没有做到的，然后全部加在我身上。我就一进去，然后我就因为我是长礼服，然后腿虽然没有很长啊，然后我就用一个开高叉的在这里，我就整个把那个腿整个就这样哇撩开，然后跨在那个桌子上面，然后刚好有那个小瓶的啤酒。我就直接撒在身上，整个这样撒在身上，就撒，然后就会就湿湿就没有了，干嘛？不干嘛？他抗议啊！他抗议谁啊？那个不是总统府前面，谁抗议？前阵子那个时候不是就流行那个有这个三 D 食人鱼这部片吗？这部电影第二集吧？第一集比较精彩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不是在游艇上面，第一集，哦，那是第一集，对不对？你这我还没讲哎。
然后呢，我就找了一个我女儿的英文家教老师，哎，她从国外回来，然后她就身材很好，刚好那天她的衣服就是里面有 bikini 这样子，我就说，哎，温迪你就坐来，然后躺下那边，然后我就拿着一瓶酒，然后就把那个柠檬就放在她嘴巴，然后呢，她就剩下 bikini 对不对？她就躺着，然后那个。就是那个人体寿司那样子，然后躺在那边，然后我就这边在沿路这边都撒盐这样子，对他身体啊沿路都撒盐，在他肚盐巴的路，对天堂路，然后就在他肚脐那边的时候，那个酒大概还有在两三口可以喝到这样，要吸，然后再沿路这样子，要先吸一口酒，然后沿路填盐巴，然后再跟他。在口中拿那个柠檬这样子，对，讲到这里我就决定以后都参加你的趴，他没有缺。你看一下男生呢，我就说，就是男生都要玩，然后女生都不能生。其实有的女朋友已经开始说你不能玩，然后开始大家都已经交头接耳。你就在那边，对，你不能玩，你玩看看。然后有些男生说不行啊，寿星就是要对规定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，大会规定的啦，我没对。对，我们就说，哎，女生不能生气哦。然后后来搞得他们的有些女朋友都生气就走掉，有的说，我上面讲电话，我上面抽烟什么，有的就男生就觉得哇，这样子我们就玩的对，就找了他们道嘛，对。然后大家就玩得很开心，唯独最后一个，我也是没有让我老公玩到这个部分。我老公再追一个就。该我说哦，没有，今天就到此结束。秀琴，你这样大小眼，我都要替志远抱不平了。到底这个生日派对还有什么夸张事？广告后告诉你。生日趴玩过头，萨基努造成终身遗憾。拿电蚊拍电鼻，连电哦，譬如说他们有八个都电。那我们现在那个萨基努马上跟我们出赛，电蚊拍，电蚊拍，好，那个借了啦。不要试啊！萨基努以前跟秀琴一样白，我知道，对。我那一次参加生日趴，失败。那一站停在那台电大楼，没有，电力比较强。我也是没有让我老公玩到这个部分，我老公再追一个就，该我说哦没有，今天就到此结束，没有把它卡掉，哇塞，哦难过，我就觉得哎还不错，下一个镜头就志云跟蹲在门口哭，对，掉泪，对，然后你知道其实有些男生有的那边爱 gay 蹦，对，这样，然后就这样稍微要推一下。对，半推半挤，然后呢？没有，你先。对，哎，有的亲的嘞，你知道吗？柠檬都没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变成女生自己在那边嚼柠檬啊，我说啊，柠檬哎，有吃到就好，有吃到就好。来，萨基努，还不错。一二三，大富翁。对啊，你这大富翁好。大富翁什么啦？没有感觉，你的生日趴，谁玩的比我大？对啊，大富翁谁要玩？跟啥才子？都买房子30块，捷运站的大富翁，捷运站大富翁，一站一站走，然后呢，譬如说我们就分两队，你什么淡水线？那个时候只有淡水线而已。你要干什么？然后我们16个人分两组，就是8个8个，然后先去家乐福，先去买惩罚道具，你可以买电蚊拍啊。可以买电蚊拍啊，电哪里？可以买那个软糖棍啊，橡皮筋啊。腐烂的鱼啊，哎呦，家乐福有卖腐烂的鱼，你是要给他捡起来？没有你，不是啊，你可以想办法去找这些东西，先放一天，很好玩。然后比如说我们先到猪尾站，任务是什么？拿鸡蛋丢路人，哇，看谁先完成就是这个指令就 OK 了。然后当然我们是用眼台啊，丢不到啊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就是要丢你那种闪，然后刚好丢到路人，拍手，没有，我们在玩游戏，闪一下其实要丢路的，对。然后可是我们任务 OK 的，他们还没完，被惩罚。惩罚什么？就拿电蚊拍电鼻头，也是电哦。譬如说他们有八个都电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会爆成，然后下一站，然后你抽到命运的时候，那你就完了。为什么？所有的惩罚道具在你身上一次用。拿那个橡皮筋的，这样瞄很准的那种，有没有？很近哦，譬如说这样，那个橡皮筋这样拿的，瞎眼了，直接射，然后8条，叭叭叭叭，哦，然后整个就哭，你知道吗？他在捷运上面哭，
为什么这种生日我还要来？我也是有父母亲呢。然后一边擦泪，然后还一边流，然后还要被死鱼打脸，有没有？啪啪啪！对，然后电蚊拍又来，对，这样。对啊，哇，这是雷射吗？然后就这样一站一站玩，还蛮好玩的啦，还不错。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沙丘马上帮我们示范电蚊拍。电蚊拍，不要来，好，我借了就被借了啦。好，你说不会怎样？我说电蚊拍的，电蚊拍就有什么感觉？啪一下，就是会冒烟这样。是哦。没有，唐哥不要试啊。电烧的感觉。以前跟秀琴一样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那一次参加生日派，就这样。失败。对，那一次。而且刚好那一站停在那台电大楼，没有。电力比较强。没有，他们那一站是什么？洒辐射。不是，你用舌头舔铁轨哦。被白布蛇咬。哦。所以到现在，你看，其实我真是中暑了。我懂，我懂。对对对。还没退。不用补。好，来领奖。灌肠。哦，林长，你牌子摆在肚上摆得很适合哦。对，老师说。哎，老师说。老师说，生日趴玩游戏会玩到没有朋友。哎呦，差不多没朋友。你玩什么事情让人家没有朋友？其实那个时候是有点太超过了啦。太超过。对，有他们超过吗？哦，你们这个年代的超过真的就是蛮超过，就超过了。你们两个是怎样？你们两个去那边撞了。他们的大部分都是玩地的，真的地。没有，以前叫 MTV， 以前不叫 KTV 吗？有 MTV，MTV 以前叫 MTV 吗？还有 MTV，YouTube， 哎，差不多快二十几个人，有一个朋友的生日，我们真的去，啊，那时候喝的都还是比较平价的哈。嗯。平价的啊，所以喝到没有几瓶，真的就会醉了。哎呦，啊那就醉了嘛，啊醉了之后就真的是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嘛。哦，好啦，那时候大家开始嗨了啊，就一下子哎，有人就提议说，哎，我们来玩老师说，以前那个都还叫老师说嘛。哦，老师说做什么，哎，那我们要做，那老师是谁？就是那个寿星嘛，因为寿星最大嘛。那后来他开始就要下一个指令，那其他的指令像有一些指令都是反正都很普通的，就下到我这边来了。啊，我这个人个性又不好，是，再加上有喝了酒更做不到啊，所以那个时候，后来他给我的指令是要我出去大马路跟人家说我爱你这样子，还而且不是在包厢嘛，他要我出去到大马路，说找一个男的跟他说我爱你，我死也不做。嗯，那后来他就很不高兴我了，说你好像说你都不合群，不合作啊，就叫我说你不然你这个生日趴你离开了，你不要在这边。啊，火大了我。放火烧人的电梯。不是假的，没有啦。后来大家都在开始唱歌啊，唱，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唱的是机场。哎，机场那个寿星在唱歌，然后大家他就站在大家的前面，大家都在看着他唱歌，然后大家都在，反正都是因为他是寿星嘛，大家都要捧着他就对了。我二话不说，我就从他后面把他的裤子脱下来。哇 ！Oh my god！ 然后呢？因为他逼我说要我去他马路，哇，那么单纯，动机非常单纯。没有，加上酒醉嘛，加上喝了酒。对。可是脱还好，一脱。不得了了，对，两条脱下，然后甚至那时候不晓得他夜市也来，整个那个女生哦，你直接脱女生的，你直接脱女生，是寿星是女生呢啊，就是，我也很后悔，你知道吗？打算只是说，好玩一下，脱他外裤这样就好，一脱就整个一脱就嘿，一脱就整个就脱，然后。也不知道他刚好夜市来，然后就整个的啪，在大家都快啊 ，Oh my god！ 然后他真的就很，我们两个就真的在当场就打起来，裤子要不要先穿上？当然穿上啊，不然呢？没办法走路啊，你过来。然后两个人打起来，吵起来之后，一直好多年，将近快20年了，我们都还没有。哇，我还没有碰面，而且我们也真的结大了。如果在这里有看到的话，哎，真的是对不起。结果你还在节目上又再讲一遍，不好意思伤害。不要给他道歉。他要怎么回答你？哎，少那个人他已经快他已经千春了吧？45有了吧？他应该千春了吧？
没有在你那个地区，很多年没有看到他，早就移民了啦，哎，出国了，人家那个叫他真的叫移民的，你那个，哎，真的那天很尴尬，太尴尬，太尴尬了呐，太不好了，只要坐下来。男生就已经受不了了，还更多女生。对，而且刚好他那个来，对对对。这煞金奴就不怕，脱下来看不见，一样黑。哎，在哪里？我的头。好了，胸门就这样，就真的没有了那个。这很尴尬，真的太尴尬，太狠了哈。真的真的。来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哎，我们新朋友。新朋友。想家，想家啊！要不论到哪里办，一定都要有。家的感觉，对对，一定有。对，我们就每次都把陪你们当做家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就我有翻过一场，就是《丰年祭》，而这位啊高贵的主持人有去参与过，是是，一直从头到尾就讲原住民万岁，就疯狂。然后跳舞就神经病，什么跳跳到外面，跳跳，因为大家手牵手，对，跳跳跳，出去干什么？怎么出去啊？跳到外面去，跳到外面绕一圈，人龙对不对？对，尴尬的跳跳。来，有人开门，为什么？哎，不是，为什么要出去？哎，来，往往都出手，然后他的手又他在中间，没办法跑，好不好？来，为什么要跟家一样？生日嘛，总是想要温馨一点，对，温馨一点，对嘛，来点温馨的，也是想要赶一下流行，我们去那个摩铁里面办那个游泳池，对啊，对啊，水啊。真的有家的感觉，真的，谁的家长得很像摩铁，只是比较大，大家都可以塞进去。可是就要约定好啊，我们就大家要准备菜哈，我们不要只是带个蛋糕，是，为什么抿嘴干都已经在台北，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像白浪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巧，就大家就各家集合了，所以他们带的菜不是普通菜，不然带鱼来的，鱼他先放在游泳池，大家插到上面去，先刺鱼，然后到底怎么样？放杯子啦，杯子，对，先毒鱼，然后烤下去烤，先捞网，有没有？我们都是舀潜水刀这样跑进去，哇，太帅了，我的妈呀！这除了沙西米一定要有吗？对，有空的就带竹筒饭。哇，然后有一次呢，有一个朋友就带那个旋风，那很新嘛，什么旋风烤炉哦，哦，旋风烤炉，超炫，就一只鸡烤了四个小时，里面还在撒西米的那个。后来隔一年，我们就干脆就扛了一个桶子，有没有？哦，是那种，哎，对，就直接佛跳，直接带。在汽车旅馆躺阿给会不会太夸张了？还有更离谱的疯狂行为，广告后告诉你哦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就一只鸡烤了四个小时，里面还在炒西米的那个。后来隔一年，我们就干脆就扛了一个桶子，有没有？哦，是那种，哎，对，就直接佛跳，直接在船上哇塞，没有办法呢。有，我们有露天，好不好？泳池旁边泳池，而且那个鸡厉害哦，从活的带去哦。谁杀？先烫，有没有？谁先烧水？先拔毛，你们都做一些你们自己爱吃的东西。爱吃啊，因为就部落的，对，部落的感觉就好料，而且最重要不是要玩的多疯，其实像秀琴那么样是玩的欢乐，可是内涵里面还是觉得，因为我们可以在一起，对，所以我们才很开心，我们一定也要唱歌，对对，自己的歌唱完，能不能唱下排湾族的歌，唱下布农族的歌，唱下阿美族的歌，唱下周杰伦没有歌了，那我们唱白浪的歌啊，白浪的歌是最后才会出现，对对对，所以那个菜包括田鼠都会。连我们到时候连那个小的那个快速瓦斯炉有没有都来了？哎，都来了，就直接炒。田鼠台北哪里买啊？田鼠当然可以买得到，有啦，有卖啊，有买不到就用潜鼠有吗？水沟鼠也可以啊，没有最像的，就他去买那个，哎，买五只天竺鼠。那你很会贴心帮好友准备生日礼物，你准备什么？
没有了，我们又很贴心，而且那个又太临时了。我朋友打电话说，哎，好，女朋友生日要不在，你帮我露个脸一下，去给她做个面子。这样，我想说，好歹我是出过片的歌手嘛，没有开玩笑，来没讲哎，这个还要去露个脸给大家知道说，哎，他是我兄弟那样。可是十点多在花莲已经没有商店，是，就没有干妈店，没有去干妈店买什么两包味素送他，我生日快乐。包你还比较好，对啊，那个是运动会才有。所以就想一想，大概就先用红色的尼龙绳，我开民宿嘛，在乡下地方，尼龙绳先绑一绑，哎，蝴蝶结像样，不错。啊，摩托车骑到门口这样子，那个三刀小的，就看田里有没有人，因为我对面是种玉米的，我就找一根差不多长得已经跟我们差不多一样高，然后又长了两根玉米，脆顺顺，然后刚抽芽，一闻就很好吃的，车没有人，痛，砍下来，然后把那个红色尼龙绳的那蝴蝶结绑起来，就连夜骑摩托车到他女朋友家，然后就在门口站。祝你生日快乐！那是秀环杯，年末准备礼物。哎，对，那是真的，真的都现成的。还好那天是看到玉师如果看到白狼就完了。两个抓两个头子，妈呀！这是多么好啊！这是收到蛮多礼物啊。对呀，那你是在花莲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在花莲。他那个朋友在台东。哎呦，其实是江水，连起海岸线有没有 ？OK。好，今天是讲了两方哦不同的生日 party。其实生日 party 就像刚刚啊他们讲的，其实大家聚在一起比较重要。对啊，在一起当然在一起就玩一些快乐的，但是不要像，玩那种，不是玩到不要伤人，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啊，其实在一起就好了。那玩东西只是一些额外的，大家冷静好不好？但神没有年轻过，对不对？是。赵哥以前都是靠杀人在过生日的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。